胡定欣撑胡杏儿，夫妻好恩爱。昨晚胡定欣、陈展鹏、袁伟豪齐齐出席公开活动，三人同唱，分外兴奋啊！佢哋就笑之喺上一个活动嘅时候已经谂好咗，可唔可以三个人一齐再出席活动呢？今次真系成真啦，可谓开口中。问胡定欣仲有啲乜嘢想开口中啊？佢就话：有咩成真啊？咩都好啦，老公啊。唔係，但係希望我哋真係城寨英雄嘅年尾頒獎禮有好成績啦，係啊，同埋希望今日之後都仍然繼續大家即係多啲工作，多啲賺錢，係啊。另外，早前胡杏儿被传媒拍得同老公当街耍花枪啊，定欣听到之后就即刻帮对方澄清啦。佢今日已经托我咧，同大家都讲两句，因为佢话我成日都系佢嘅代言人嚟噶嘛。其实咧，佢话叫大家即系都留下手啦，唔好成日即系好似写到佢哋好唔开心咁。其实佢哋系不知己咁甜蜜同恩爱，咁即系佢都即系好烦恼，点解要每一次有佢哋两夫妻嘅新闻都系一啲可能啲字眼唔系咁好睇嘅，咁我哋都话诶唔紧要啦，都系新闻啦，因为我哋个个都知道佢哋两个系好 sweet 噶，即系从来即系都冇唔系冇报道所讲嘅嘢咯，都系新闻一则咯。但系咁当然佢哋觉得两夫妻即系都唔想成日俾人哋用一啲咁样嘅字眼或者咁样嘅话题去话佢哋咯，系。